上，我是文轩 AKM 齐俊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经由先前奥运，我们几个桌球人燃起了桌球魂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举办第一届的酒醉桌球大赛。这边的这些人是真的都会打，阿乐一定大家都知道嘛，就是我们全民运动会的 VIP， 走 VIP， 8000元，真的免费，真的。然后阿宪是我的球友，然后黄轩是中正杯参赛过的。好了，要吹多久？然后我特别拿了一下我那个民国1985年得到冠军的奖杯啦。那我们今天我跟大家讲，今天规则很简单，今天我们打那个国王小兵，然后我们打三球，就是先赢两分的就会是赢家，然后你就会拿一分，抢七分。来，曹先生示范一次，你到对面。其实我有点忘，但我知道怎么。小兵他是轮嘛？对，你是小兵，我是王，所以会是小兵先发球。动，好，你输了，然后换我，靠，没有，还没有换人。对，还没有，我们打三球的，你刚刚说嘛，换我发，然后啪，假设这一球我是赢的 ，OK， 那我得一分，然后你就换人 ，OK， 然后你就我等于说就是小编要赢两分，或者你赢两分，对，我要谁先赢两分，谁就是这一场赢，所以假设我赢，我就拿一分，那我国王不用换位，你就去拿， okay. 你就去拿一个下的，然后换下一个人上来跟我打，先拿到七分的人为赢家。我们今天冠军可以有一支香槟王，可以，好，可以哦。我们这样规则说明了清楚吗？可以，可以吧？好，可以。那我们来练个球，等一下开始比赛。练球。好。哎呦，阿乐，你今天感觉乱喝不少哦。我也觉得。你今天很紧张的啦。我超紧张，而且我。我们球很多颗啦，其实球很多，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捡。好，练球的时候我忘记跟大家讲为什么多口罩，因为我们开场全部人快筛测验过关，我们才开始打今天的比赛。但今天的其余的工作人员会戴着口罩，我们四个打球的就可以拖着打，保护大家也保护自己。我先感觉一下而已。可以，他很沙哦，感觉一下而已哦，看哦，看我学招。你真的好烦，被他球拍飞过去。练一下。我觉得我今天有可能会冠军哦。练一下，我觉得你换你换你换。来，给一个角度，给一个角度。好久没有玩这个 old school 的游戏了。到 old school， 太过分了吧！快来，剪下来。好，我们要不要开始？好了吧。好，开始。东家来，当王家。好，这四个杯子是我们一人一个，等一下输的下来自己拿自己的杯子，然后倒一杯 shot 喝掉。OK， 是白开水吗？对，这是白开水了。你等一下试试看嘛。大家看看。那杯子就自己保管喽，就是我们都不碰别人的杯子，就是假设这杯子我自己就拿。还是符合这个啦。等一下过来就是倒一下喝，然后去旁边休息。我们准备要开始今天的比赛，我们今天是抢七分为一大局。好。谁先抢到两个七分，两次的七分就是今天的冠军。好，如果两个七分是不同人抢，那最后会有一个 PK 战。来，剪刀石头布决定谁是国王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你们两猜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。哎呀，国王请。我第二个，你第三，我第四。哇，突然有点紧张。搞的是打大比赛啊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请第二档坐坐。我们的计分员，等一下可以随时确认一下大家。然后等一下抢七的那个人呢、剩下三个人要合选就是输掉。好，就是最赢的除了以外，其他合选。OK，Let's go， jump。以前是不是都要喊 jump？ jump。哇！好球！换他吧。他很认真哎。对啊。然后又换红圈吧，换红圈吧。哎，这样是一比一嘛？等于说拿两分的。来，所以这样就是黄轩一分，然后阿宪去拿一杯下，然后曹一宪旁边喝个下。我直接就喝起来，来。来啊！睡，好球 ，Go！ 哎，喝酒。我算他过。哦，怎么样？
的发球蛮稳，蛮稳，他的接发很稳。他要死坏了，真的。怎么会？我已经感觉到不太一样。喂，哦，来了，哦，砸门，不要砸到我就好。砸门，不是，他先推我们，又是我们，那种小学四年级的感觉。对，下来就要喝。还没，还没，换我！你不要抢了，我都卷了。还没啊，你又抢了。我检查，我检查一下而已啊。来回，来回。Let's go, let's go。有，还是？哎呦，认真哦，认真哦。喝酒，我们这样是1-1。啊 ！OK。来来来，不错，生气，这个生气，这个生气，这个生气，很好很好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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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真的，我是你 A 区区 A 区区区区。急了急了急了，两次急了。这个游戏对他很有优势啊，他根本不会喝醉啊，他不会有影响哎。真的呢？他有抗体啊。真的。你看，你看这个，对。他甚至不用快筛，他我几分？嫌疑名就是酒精。我四分了，各位。你快把他打下来，快把他打下来。他昨天已经睡在这边。刁钻。哎呀，哪点抗体了？没有。啊。太少五分。这个节奏太快了。睡，哎，不错不错。对啊。来来来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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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中一起了，哎，你五分了，哎，我们现在共同的原生戏剧呢，搞笑，搞笑，哎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哎，不错不错，1-1，哎，渣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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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喊一下比分。目前我五分，嗯，然后其他都是两分，两分，继续。你看，你看，对对，我们要拍子高了，拍子高了。你们大家不要看他金曲表现的这么好，他私底下就是一个这样子。哎，小心小心，哎，他都慌了，他都慌了，阿宪抓阿宪，阿宪慌了，碰我发嘞，找罪找罪 ，Go。是我早餐都没吃，对不对？哎，好好，对对对，慌了，急了，我想开始进行了。Nice， 兄弟 ，Nice。哎！哎呦！拜托拜托拜托！哦，死了！哎，没守住，这一局就要结束了。好哎，好哎！加油，阿拉加油！哦，碎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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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。哦，渣男渣渣，跟这边这边。跟爸爸就是渣。真的。哎呦！哎呦！小心！结束。第一局就是我来。你各位喝三个下，好了，一个满的就好了，好吧，一个满的就好了。大家都 没什么在讲话了哦。刚刚就是你知道练球打个好玩有趣友谊嘛，我看换手了。还有。我的眼神是不是？我的眼神也不一样了，看一下。已经醉的眼神。迷茫万丈。眼神不一样。OK， 麻烦，不好意思，球，谢谢。要演多久？要喊出来，要喊出来！你有没有看不到我的看不到我的左眼哦？越逼越好！哎，下 ！Nice！ Nice！ 来呀，来来来来来！他完全不给你面子，1-1嘛，1-1嘛，1-1。这也没有什么，是我们只是看他那个杀球感觉，看到球威，测试球威。来。看到看不到我左眼，看不到我左眼了。来喽，加油！完蛋！完蛋！完蛋！他最大的敌人是我，所以他用酒来克制我。哎，你知道？他很军长。OK， 你再搞搞笑一下，搞笑一下。阿杰！来，趁机发球！我这边啊，我这边没有什么样啊。对啊，我这边快走了。我来了！啊！
高了高了，打高了。教练，这我是酒杯嘞。来一准，来了。几嘞？拍三。你拍嘞，是拍嘞。来了来，终于来了。下面一位，他等一下两局都他第一名，他自己跟自己打没很久。哎，就是慌了啦，就是慌了，我今天就是慌了，就是慌了。急的啦，急的，急的。吃饭了，喝酒，去喝酒，去喝酒，下去喝酒。他已经4分了，4分。然后陶艺剩3分，我的黄圈都没有。哎，你这一球会挂我。不是挂我，你不要讲话啦！哎，这个真的是他的主场，他更不会醉，这边弄。我跟你讲，我醉起来也很恐怖的。我相信，我来了。我会拿球拍打的。好。喂，对不起。演太多，给你再给你一次球机会。哎，不管。哎。急眼。你贱逼哦。给人家一个奇怪断点干嘛啦？有没有看到？大家看，没有。我换回左手了。不是，今天换人。哎，他今天拍摄很困扰，所有人表演欲望都很强盛。啊！叫，把子面对我。啊！来 ，come on！ 哦！没事啊，你这球我不会进的。你不要支持谁？哈哈哈！曹毅，曹毅玩游戏一向都是蛮阴险。曹毅是，现在报下几分？现在是我5，曹毅现在4，他们两个各1。啊，这个各1可以讲小心一点，不用讲，我已经待在这边了，你知道吗？来喽。你他妈干嘛啦？哎！哇！拉皮狗，拉皮狗，拉皮狗！这种靠运气的人，直接给他出局。他要打女生拿最后一分的，跟上一次一样。大家记得，来吧。啊，后边。瑞环。他刚刚喊什么？瑞环。十环。他刚才太多上气了。来再。傻眼！高了！哎呦！急了！这边！哎，渣男！渣！没事，我快爆了！好，来了，喝酒 ，Go！ 来了，喝酒。曹立健刚刚开的就是，哎，他是不是开始热机了？他有点严重哦。他很认真，而且你解决他。他六分了啦，我应该。六分了。你解决他，我们就不用喝这一轮了。不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有点难谈。加油！开跑速度！哎呀！哎，所以他剩下几分？我刚刚蛮想做一个奇怪的姿势。太近了！看一下你发球。你那个完全挡到我的视野。看一下你发球。那红米也有一个。哎，对吧？哇，我们还要感谢他这样，谢谢，他来霸凌我们，结果来这边耍，
当猴子耍。哇，不是，他每天哎、欸，大家知道，他每一天，你知道，他前天打给我的时候，凌晨三点多，他还在那边练球。大前天上个礼拜有三天哦，五星七天，不要提到不要爆料。平常晚上九点到十二点是我们 iPad 时间，哎、欸，这一礼拜他不在，他不在，他在打球啊，他在练球，他在练球，在练球。你去找小明。不要吵，不要吵，连钻石都不怕了，就对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这样子是一个游戏，打好了，好了，让朋友丢脸好看。猜拳，打积分，猜拳，猜拳。我们分组，剪刀石头布，我跟阿乐一组，然后你们两个再猜，你们两个一组。石头布。好，那这样子是你们那一组先打，然后我们是第二组，就是这样子上去，五分就好。好，我们的那个国王小兵下一集还是会用这个方法打，只是如果我连赢两场就会启动现在这个加赛机制，现在就是打树状图上去，然后第一场是黄轩对阿宪打五分，一人发两球。好，开始。等我一下，阿宪先。OK， 我要认真。OK， 先把你的戏服处理好。不行，他刚刚都没认真，他一直隐藏自己。对他刚刚感觉。你要不要把那个护手拿掉？那个护腕。对啊，手拿掉，我不护腕的。那个通常那个他刚里面拿掉都会加个十万个攻击。他刚是丢给他的经纪人，超烂用这样，你不要再笑了。我天哪，这么惨！太好笑了。而且因为他很高，所以看起来脚。你们看那个奥恰洛夫那个图。奥恰洛夫，等一下。哎，等一下哦，这个比赛是一球一杯笑哦。什么啊？这个场地就是酒精。哦，我们就统计，就输一球就被下。换单位不能管一下吗？真的。来。笑笑。来，互相 respect。不碰到你。来，画面很乱的，看不到球了。差评。他现在酒量好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有看到。他现在很想吐。走。哎呦。他们三个。你看，这个对手就是可敬对手。哎呦，你那个眼神我接住哦。赢的要继续喝，输了就在那边坐着而已。但我应该是妹妹，你先吧。爸爸，等着啦，妹妹要喝酒啦。一分，我根本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别掉，别掉。好，不算，我们不剪的，这样不算。我的视角看起来好笑。急了啊！我跟你讲，急了啊！好，给你逆转。我让你早一点超生啊！好了啦。
短挡到，我真的是因为手短挡到。哪一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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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冠军战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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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，哎，冠军战要不要？还是七分吗？五分，七分啊！好，七分啊！七分。冠军战要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七分。然后他要喝两次这样子，他们是想要输一球，两个八分的会轮流帮你倒一次。OK， 就这样。他们只是想要我们喝很多而已。不要赖皮，不要赖皮。好，七分，靠七分更多。好来，七分。左下角加元。左下角啦，很近啊。来第二个，哎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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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太过分了吧！好了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，有谁这么不尊重对手？真的，倒反着啦，朝下，倒反了，镜头朝下，难怪一直会倒出来，镜头朝下。Gentleman 好不好？ Nice！ Nice！ 今天你就是我大哥。等一下，先帮我拿我的保放力过来。你已经掉到我们的陷阱。没错，这是我们的陷阱。你慢慢开始醉了。拔起多点，拔起多点。好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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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可以。好了，没有了，赖皮了，来，少在那边装，三秒。圣水，哎，你是勇者。哎呀，高了，打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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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水再喝，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。没事，好。当水再喝就好。第二。哎，好，没事。你再演，你又再演，五比二，去喂酒。这里是他的主场，我们慢慢要来哈。你这疲惫害死自己。哎，阿哥，不是，哎，那个 ，OK， 我看了什么？大哥加油！好，等一下，现在六比二对，冒军，谢谢。大家太小看我，我可是四中国小六年加莱尔国中三年校队师承四中桌球郑教练。虽然说郑教练现在看到我应该认不出来，因为我胖太多了。现在谁看到认得出来？我以前龙岸国小桌球校队，我教练蔡家宏。不是蔡天王是我同学，他爸蔡清池，蔡清池。我刚才是同门的，但是我们不同老师啊，我是同教练。让你好，哦，让我可怜我是不是？是你可以呀，可怜我，也可以呀，忘了我。也许你不再爱我，快点，这边也该说 hello。爸爸，大哥，赢了，耶耶耶，六比三，六比三，哈哈，六比三，六比三，六比三。本次怎样？三场加赛冠军，我本人，下期见。好啦，我自己拿这一支也没意思，你们三个猜拳赢的拿走吧。哎呀，最重要的猜拳。你们三个猜拳赢的拿走吧。好，这个是中秋必备。来，我们国王啊，不行，我们这期间就要用桌球决定一切。你要他的母胎有多长？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今天夹起来。他先不管了。好烦哦。你这个可以放花絮，我们现在已经是花絮了。那你放那个小YouTube 那个小动态。好，就一分，就一分，就一分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们两个再猜一个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阿宪哥跟阿乐先打。一球决胜。一球决胜布。他要猜球是不是？对。哎，输了还是要喝个，输了还是要喝个。嘿。哎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！我再给，三块钱就磨了，又没人给你喝，你也没命了。哦，来，阿乐下去了，一分而已。然后黄轩上，所以阿宪如果再赢一球，这一次就是阿宪，就这样。再猜球啊？对，再猜球，再猜一球，没有吧？我跟你讲，没用的这个东西。帮我看一下我们鼻屎，有在上面，应该没有，有吗？应该是没有，没有哈。好，那你就阿宪。
他喜欢参加我看我参与。会。哎，什么、啊？下去吧，先下去吧。我先下去。你一定要放那边。你一定要放那边，要不要赌？要不要赌？要不要赌？你一定要有个那边的，你这边来。来来这样。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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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谁高，来看谁高，来看谁高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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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三球，阿乐，你不要了。对，棒。好，阿轩。啊！好高，好高。颁奖，恭喜，恭喜。好了，这句话来了，这一句就这样就好了。如果你喜欢这句话，表演分享篮球，非常中就六六六。如果任何吃的、喝的、好玩的、酒醉桌球的。记得来信来讯跟我说，然后订阅安安边缘子阿乐黄轩没有频道，记得去听他的音乐，下期见，耶！哎，还是你再从你家拿一支，我跟他先拼。不要。